要不还是去我房间吧。你那杯咖啡豆是我给你的吗？回去了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要不还是去我房间吧。你那杯咖啡豆。三个小时。哎，哎，您接着骂，小子听着呢。哎呦，啊，嗯，是啊，知道。哎，有没有被吵到？听不清，其实。还不睡吗？
等天亮。为什么？没收到吗？收到。那怎么不回？回什么？为什么要等天亮？嗯。睡不着，因为你。Thank you.